小小超迟到拜毛毛，同超人有偈倾。阿李生早晨，早晨，早晨，系早晨。我每年元旦都会喺柴湾佛教坟场见到李超人带住大仔拜祭亡妻庄月明，但系今年就多咗个。爸爸，我翻出嚟嘅，你只要唔好睇我咪啊，爸爸，你唔好抌低我啊！你唔好抌低，已经抌低我几廿年噶啦，你唔好抌低我啊！但李超人的心情一啲都冇受影响，感动都随冇随捞，超人果然系生壮烈健啊！阿伯完亡妻啦，再拜埋隔篱嘅外母。咦，小小超出现啦吧？一迟到好过冇到啊！诶，今年啊依然系圈外人，企埋一边玩电话咋噃？好在临走之前都有得吹翻两嘴。有传是因为 Isabella 09年帮小超超生了大仔长智，前年再生多对孖仔，两父子的关系已经修补不少的了。小超超下年不如准时一点，说不定可以跟李超人 friend 翻呢。